完了完了，这个图痛起来了已经。当个数值怪，妈别下吧呀！我操，我想当个数值怪。这个人怎么就红了？小伙子，你怎么红了？你怎么不小心就红了呢？我操！在这个范围内人减速，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屠夫又加速起飞，随随便便乱飞吧，这我这没打到，把他关狗笼里面，放无人机。哪里就一天天搁那看手机？你看我玩白骨，搁那看手机吗？对吧？一天天有那么多手机要看吗？直接杀！哇，这飞得太快了吧，哥们儿！要是八神叉刀就直接飞起来了，好吧？踹个心经好了，控个小机子。哇，就差一点点。他减速，我加速。哦哟，像被威斯克减速了一样，你们知道吧？在这里面，然后我走起来的时候就是会短了一点，飞一样的速度。哎，怎么没翻回去？我靠！
冲啊！他有喂马鞍马，但是我跑得更快，但是我跑得飞快，兄弟。你的喂马鞍马在我这里完全没用。哎呀，这个无人机要被顶掉了。你不能放无人机啊，我靠，为什么？因为离钩子上人太近了，我去。有钢筋你随便交。哎，这傻小子怎么一刀杀呀？这版本对 CS 变成了一个，这样带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必带的技能。如果人类不带卫生而生的话，这个插刀起来之后跑得飞快。你磨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意思被我一刀杀吗？地窖在脸上，但你没有命走。双